那你觉得你爸爸或是妈妈哪一个人会达成？都不会。都不会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每次星期六都在看电视，看到十二点。那你觉得爸爸或者妈妈哪一个人比较容易达成？妈妈。真的？为什么你觉得爸爸不会达成呢？因为他每天都很晚睡觉。因为如果他早睡早起，可以陪我运动，而且还可以活得更久。哦，那你觉得你爸妈会达成吗？不会。而且我们都已经十一点以后睡觉。是哦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他十一点以后才睡觉？那我睡觉的时候都已经超过十一点了。因为想要让他们更健康。那你提供什么奖品？按摩吧。哦、OK， 所以你觉得你爸爸妈妈按摩他们就会达成目标这样子？可以比较健康，然后就是可以，如果我想要运动，可以他们可以直接陪我去。如果他们早睡早起，就可以陪伴我们更久。哦。那你觉得爸爸妈妈这次会不会挑战成功？会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才会长高，而且这样才不会有黑眼圈。觉得应该只有妈妈会达成，因为我爸爸都每次都在那里看电视，看到十二点半呢。错三个字不太好因为早睡早起呢，妈妈有时候有执行的困难点在于，因为妈妈回来真是太多事情要处理了，所以有时候没有办法达成目标。睡觉对我来说完全不是问题，我还来不及翻身就会睡着，所以十一点睡觉对我来说真的不是问题。但是运动跟吃水果对我来说就很困难。我是天天无蔬果，每天运动一小时的最佳代言人。只有睡觉我不行。因为早起是一定要的，所以然后要早睡呢，就基于很多原因，然后我们现在还在努力当中。这个活动很有意义，希望可以持续下去。感谢平山给我这一次的那个挑战，让我觉得又回到了学生时代的那种感觉。要在十一点之前要睡着觉，真的是有一点点的难度。相信我们一起努力，一定是可以达成这个目标啦。比如说，假设功课可以就是尽早做完，然后出错率可以少一点，妈妈赶你功课的时间就会缩短。洗澡还有拖拖拉拉时间再减少，我们就可以早点睡。那你们早一点睡，妈妈就可以早一点睡。我感想是，健康是无价，所以我们会把这些目标写写贴在我们的床前。共勉之。一起努力。一起努力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